待て，事儿是我让他干的，跟他没关系，有话冲我说，今后谁敢到这家店来捣乱，我见一回打一回。燕子李三儿，久闻大名啊，初次见面，怎么样？跟我们到警局聊聊去吧。早有埋伏，扣你多时了。曹上，想什么呢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在想尖角登上这屋檐儿，然后再纵身飞到那个树杈，然后再跳上那个屋顶，然后脚一蹬再上那个房顶，回头冲我们一抱拳，到此，然后你就消失了。行，你这人还真有点意思，别看你今天人多枪多的，爷爷我不怕，你抓不着我信不信？不信咱就比划比划。哎，别，别试了，别试了。我知道我们这些个人肯定抓不着你，你是谁呀？燕子李三儿啊！你会飞呀，飞来飞去的，连个子弹都追不上你，我们肯定抓不着你啊。他呢？他会飞吗？就你开个小店儿，一天卖三五碗馄饨，还敢拿出这么多钱买到外面大张旗鼓的施粥？别告诉我这些天都是你祖上留下来的，就你这点钱，我比你八回都厚了。是，长官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你飞吧，我们逮不着你，也懒得费功夫。你俩我手上弄一个就够我交差的。别大侠，你们这搞来搞去的我不动，你托我办的事我也替您办了，现在摊上这事儿，您不能撒手不管呢。再说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大侠。还等着他罩你，门都没有。行，你还真是个人物，我呢还真就吃这一套。我跟你走，来吧。靠山。是。走。一命换一命，这样做买卖才对。哎呀，是。小光友，素晴らしい探偵だ。岡村さんの探す優点、きっと見つかる。请吧。这可够隆重的，你是贵宾。
听说燕狗三儿被抓了。什么不行？这就是燕狗三儿啊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怎么能被抓呢？对呀，他可是侠盗啊！哎，来这儿来。回警局。好了好了，都别看了，散了吧。你你撞我干啥啊？我哪撞你了啊？哎，你这臭要饭的，那撞人还骂人。你我打死你，我哪撞你了啊？我打死你吧。干什么？我打你呀！打死！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撞他！你他们抢钱！抢钱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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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的门。身为警察，光天化日的在大街上丢人现眼，回去我饶不了你们。都起来给我追！是，先稳着点啊，小妞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崇拜我呀？崇拜死你了！子轩子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停车，放爷爷下去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找个你喜欢的地方。停什么车？你傻呀！这么大个东西，目标太大，快走！就你聪明。哎，往哪儿跑啊？哎，这儿这儿这儿！这一边去！哎呦！哎，小妞，咋了？
啊，脚受伤了。我看看，你看这打一洞，也还打一洞啊？也打一洞，那也得跑啊。跑屁呀，跑跑不了。那你使使劲，使使劲，使劲跑。使使劲也跑不了。你说也没用。那咋办？来，我告诉你。走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我不回呀，我吹桌子，走走走，别走，好你了，哎，不回呀，加油加油。こっちだ。你带人分头把这周围搜个遍，你们几个跟我走，你们去那边。是。快点，跑得够快的，真是我一腿长一腿短，我容易。哎哎，停车。哎，下来，小妞，你下来。哎呀，还是花点钱吧。啊，哎，上车。哎，上车。哎，机器。哎，往哪儿？就这么大地儿啊！你开走。走。阿吉达。阿吉达。杜站长，没有，杜站长，没有，杜站长，没有人。你们再给我仔细的找，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，你们几个去那边搜搜。是。快，你快点，再快点。哎，进去。やりますか。慌てるな。彼らは必ず止まる。ついていく。